东西哦，可以眼线跟睫毛一起哦。真的吗？嗯，就是那个超级懒人的那个化妆法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下面有毛吗？它是眼线贴，然后下面是什么？然后呢，我把假睫毛也粘在上面了，所以我只要贴你自己 DIY 上面粘上去假睫毛。好恶心哦！可不是，周边这都是彩妆。刘一星，我跟你约好这样子，嗯，你先用眼线液画一遍，然后你再用你那一张。什么？你要展示，你要给美眉们看一下你的手法呀。好，哪能这么怯战呢？好，刘一星，一二三，开始。下雨哦，这就下雨啊！好可怕的音乐哦，我会画这种。哇，他很有种哦，速度很快哦，他的速度很快哦，有吗？有哎，成功哎！为什么连眼角都画出来了？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眼角要平平的拉，我只要眼头抓到就还好。怎么这么厉害？有疙瘩疙瘩吗？厉害！你闭上眼睛，我看看。没有，没有疙瘩哦。啊，刘一星另外一只眼睛。他可以看。左眼比较难。真的好强。我很敢下手哦。啊！离开了。离开了吗？有肉哎，露出来了。飞掉了。完了，完了。你为什么知道？我刚过来的时候，我听到就大家在尖叫，然后把刚刚大家尖叫的那个位置再放在更深，然后可以粘我的假睫毛。可以啊，我们想看看你那一招。好。所以这个是你们都没有的装备吗？没有。啊，好厉害哦！一次解决这样。嗯。请问贴的诀窍是什么啊？你要先摸到你的眼头。嗯。然后，但是又不能太高。你现在是被我们称赞好厉害，万一等下你手拿开就很糟糕。对啊，我很担心。所以够黏吗？这个它很黏，而且它可以重复使用啊。是哦。好，来，是不是贴太高？借我们看看。嗯，会不会太高？好像也可以。可以。贴的感觉。对。哇，好厉害。再贴另外一只眼睛。好，可是它好像妆会比较重一点。对对对。不过眼尾散开，看起来很像就是宿醉那一类。对。哎，成功了吗？可以耶！成功了！我好想哦！成功了，恭喜！